罗南爵，男，28岁，江西人。大家好，我叫罗南爵，91年出生，今年是28岁。我自认为我是梦想路上的穿山甲，现在一直是从事文化艺术类的工作。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也非常感谢能够给我这个机会。那么也希望在这个平台当中求得一份传媒类主持人的工作。谢谢大家。你是主持？对。要 是跟带着那些专家一起做的那种，就聊聊天那种，是吧？ 对。后来为什么不做了呀？是因为当时2014年的时候发生那个外包的栏目，就全部都砍掉了。哦，你这节目是外包的？对对对，就这种栏目都、哦。那也没关系啊，很多做财经类的主持人后来就转做了人物访谈呢。对，是，对吧？后面也有这样类似机会，但是就是因为第二件事同时发生了。大学的时候呢，就在大学里大一的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就跟着她一起去了上海，结果在上海就是将近一年后，然后就感情出了问题。那这么说来，其实失业跟这个失恋还是有点关系，对吧？先失业，后来就失恋，最后就失忆了。但那个时候你好像，我看你就做了职业上的转变啊，跑云南去了。对，跑云南去了。因为当时也是后来离开之后有段时间就休息了一会儿，后来经由一个朋友推荐去到一家公司，一家金融类的公司。嗯，你什么职务吧？就是总经理。凭什么你莫名其妙就能当上这种公司的总经理、啊哎、这个就有点说头了。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先是职务是当内部公司的主持，然后就因为这个职务的原因，就上上下下就认识一些他们公司的领导。嗯，那刚好有这个机会，那就问我你要不要去啊。那你主要的工作到底是管理还是做主持人？管理。会管？不会管。差了这倒挺诚实。差了一 点, 差了一点、啊、经验不够丰富。然后呢，最后干得怎么样？干得怎么样？干得怎么样不好说，但是公司没了。那你不岂不是又竹篮打水一场空，又是一次挫折？他过去的经历的不顺畅，让他整个人就给人感觉是很颓废的一个感觉，情绪调动性很差，让我们会越来越抑郁，越来越跟他情绪低落。后来就觉得自己还是要出来呀、啊，就上海最熟悉，就回上海。是干嘛呢？找了一份文化艺术方面的主持人的工作。哦，主要是油画呀、画展啊、画廊啊。你是做拍卖？对，有一部分这个方面。还有薪水怎么样？18000-2000两万多，差不多。那你今天来面试的又是主持人方向？我喜欢做哪一类的节目？哪一类的节目？我觉得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印象。你要求薪资多少呢？这次就还是8000？啊，还是8000？有地域限制吗？有哪上海？上海必须上海。也不一定，但是因为上海比较熟悉。上海不是伤心地吗？老跑上海干嘛？熟悉啊，既然选择哪里跌倒，就要哪里爬起来。爬起来了吗？慢慢爬了。哎，你的那个罗老师，我想问问他，因为他说他做过活动主持，因为我做活动的，我们做很多的活动，我觉得什么活动能请你这样的主持人？因为你看起来你不是那个活动主持的状态。我们这样吧，来一下嘛，来街头拍卖油画，来，我是一幅油画。拍卖我这幅油画。来，好，各位，我们接下来请上的是这一幅画作。这幅画作呢，大概是1.75米这样的一个篇幅啊，画幅、画心呢，画框外表是华丽时尚的这样的一个外框，内饰呢是非常富有内涵的这样的一个欧式系以及中式系混搭型的这样的一个油画艺术。哎，这个画会动哎。最调皮的就是会动这幅画啊，所以看现场的朋友有没有对这幅画有兴趣的，如果有兴趣可以给我一个价格。2块。好，2块。谁说2块的？弄死他。我。5万。300。啊，5万。五万，哪一位？我。好，5万。5万。还有朋友想要8万这幅？8万。你这是不是有托啊？你这是说2万的是不是托啊？哎，这个绝对不可能。爽我们的，保证现场。刚才200一下到2万，能对吗？我们保证公平现。什么公平啊？公平公正，肯定是托，骗子一个。什么公平？不理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期待现场的每一位都是自愿来到活动当中。他对于自己这种控场能力和应变能力，并没有十足的自信，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对他蛮失望的一个原因。
觉得他做活动主持真的有点费劲。他因为他刚才做的是一个拍卖师，你拍卖师其实有一点点像你以前财经工作，因为都是很正的，你在叙述一件事儿。而活动主持不是，活动你要靠你的生态语言，然后这所有的你的状态是把别人的情绪带到你的活动里面来，就是他闹不起来哈。我想能不能给我一个亢奋的，好不好？来一点感染力的和亢奋的，我看能不能找到这个状态。不然的话，那三家公司倒是有原因的，是你把它聊散掉了，你知道吧？就是你要把它带上来，高节奏的上来，亢奋没有，感染力没有。在舞台当中，主持人临场应变的能力肯定是很重要的。再结合在一个陌生的舞台当中去做这些事情，难免会让自己更紧张。但是我其实，在舞台当中也很想去通过这个事儿，去展现出自己有优势的一面。不过可能发挥的，按我自己预期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好。有点小遗憾吧。其实我不觉得一定要被杜子健啊，被梅老板啊搞成了一个戏精才会是变成一个好的主持人。不过你第二环节中间需要在这时候聚焦一下，未必就是主持人，你是可以考虑比如说企业文化这件事儿啊，因为你本身那个性格中间有重剑无锋和刀背藏身的一面，厚重持久，赢得信任啊，也不一定你都要去能够去掀翻全场。第二轮好好表现，第一轮选择学会了。还有八场，天生我有才。准备一段独白送给大家，但是在这之前呢，来一段小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一个配音。现在网络上比较火的一个段子，就说你2000块的声音能够配什么样的东西？那20000块钱的那个概念的价值能够配什么样的声音？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先是来2000块的声音，说职场知识长满地，非你莫属真真气。欢迎各位收看君乐宝长知识了知识酸奶所冠名播出的非你莫属。那这是2000块的声音。20000块钱的声音呢，就是喝知识长知识，非你莫属，敬请期待。大概是这样。那接下来我认真的搞一个独白，请原谅我，审判长阁下，我看你是采用了一种普通的审问程序，用那种程序我将无法遵从。这段独白是我大学我的老师教给我的，也是致敬老师嘛。你们似乎对我的姓名很感兴趣，可是我现在不能把我的姓名告诉你们，因为我的父母遗弃了我，我根本就没有姓。可是我知道我父亲的名字，但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们。谢谢。这个选手的声音很好听，随着科技的发展， AI 技术会逐渐逐渐地代替这种报幕员传声筒的这种固化的工作。所以说，如果说你还希望在这个行当里面有所建树的话，我希望大家去像涂磊一样多丰富自己的内心，或者说找到自己机器无法替代的独一无二的才能。好，我对这一段保留看法。因为这一段恰恰在小说里我是看了的，整个的细节我都看了，你只是把声音说出来了，就是一个完整的表达你100分，但里面的内置你没出来，俏皮没有，玩世不恭没有，那里面这个人的个性你完全没有示范出来，你只是把声音读出来表达出来，对不起，这块减分。有点遗憾啊，就是你折腾了，就是你想表达的是来配音吗？还是陶醉在自个儿的声音哈？你看我在前面顶你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往你商用上，往那个模块上用，但是你还是在你陶醉声音啊，甭管你就把童自荣的声音可以学得很好，乔真的声音学得很好，但是找工作这件事儿没有机会，所以你该赶紧现在看一看，说好，要么我是做活动主持，要么我是可以做内容制作，你是不是赶紧要转？否则的话，你今天很可能全场灭。来，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你捡到的包里有5000元现金，还给失主时，失主说包里少了1000，认定是你偷的，你怎么辩解？首先我会问他说，你是否确定这个包里面本身有多少钱？你确定？这是第一。第二呢，我在还给他的时候会有另外
旁边的人作为媒介去确定这个事情。你觉得这样说得行吗？如果遇到胡搅蛮缠的人可能差一点。那你怎么办呢？如果遇到胡搅蛮缠的人呢，我觉得哎，南杰这样吧，你就遇到我说你捡到了我的钱包，对吧？你还我的钱怎么少了1000呢？你确认吗？里面是少1000？当然确认了呀。当时有多少呢？当时5000啊。这个我还真没拿，这是我如果是没有拿。你说没拿，我钱少了呀，包是你在你手里吧？如果你说我捡到你的钱包了，对，怎么会只拿你1000块呢？对吗？我要拿就全拿了，我还都不还给你。我现在还给你，你少了1000块，你觉得是我拿的吗？那我其他的钱我还不如拿4000少1000，就有点不是说，有点耍无赖的这种感觉。那我就是觉得，某些方面来说没什么太大的必要。情商课其实并不考这个具体的问题，而是看他考虑思维的逻辑思维方式。你在这一点上，其实如果我要是跟对方去争辩的时候，我会按照对方的逻辑思维找出他逻辑当中的错误点，然后让他自己在自己的逻辑里面绊跤了，这样的话就说通了。好的主持人，很多人会觉得主持人特别容易，就在台上说话就好了。其实表面上看是说话，其实深层次的是逻辑深层的思考以及应变能力。而在这一点上，你比你身边的推了老师差的不是一个阶层。这个罗南爵啊，他如果做普通的活动主持，我认为还是可以的，只要是不需要太过于亢奋，像那种商品促销类的，他一时可能那个喜劲儿还上不来。但如果做普通的程序性的流程性的这种工作还是可以的，如果有这样的岗位愿意留给他就留灯吧，好吧。第二轮选择徐火雷。还有一盏灯，直接进入谈钱不伤感情。上海嘉定，底薪7000，然后也会有业绩要求，但不是那种会销售的业绩要求。工作的这个时间跨度两种，你选啊。7000的这个你可以不坐班，但是每一次出差都是千里迢迢。第二种是你在公司坐班加主持人，同时在你坐班的时间，我觉得你这个声音很值钱，大概在我手上至少能折个一年能折个几百万，叫声优。每次有播音系的人来声音好，他都是这么说。对，看了钱，看了钱。好，杜子健这个钱还要不要谈7000？要谈，因为给出了两个选项，直接说你要达到多少。好，我选择第二项。那你第二项的岗位是到底是多少钱呢？你又没说。底薪8000以上。10000吧，我接受。好好考虑一下，做出你最后的选择。见解传媒或者是谢谢再见，你的选择是见解传媒。去吧。非你莫属最大的收获当然是能够得到一份工作，而且这份工作刚好又是自己比较满意的，所以就觉得很不错，往后肯定会朝着这个方向去深入，或者说是学习，去重新开始自己新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和规划，往后一定会越来越好。